你在这儿做什么？那又问吗？在这个鬼地方，我早就待不下去。神人，小姐真的不行，你如果要走的话，老爷一定会打死我的。那就打死你吧！大哥，您能不能帮帮忙啊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截住我！ 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要是今天晚上不能回去，我就要跟一个陌生人洞房了。我们先别走。我大姨妈来了！大姨妈来了！神经病！啊！死娘炮，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？本王想问，娘炮为何意？你不就是那天那个死娘炮？